浪费龙哥时间是吧？我、他妈服了，感觉也能打，我真感觉能打。不点。不点，队友也不点，我操！被抓，被抓浪我就退了，不会抓浪我就打，确实能打，确实感觉能打。动装饰的今天很香啊，确实今天很香，打动装饰的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被抓烫我就退，放号了，这样子。麻烦不断。哎，队友也没有点，确实队友没点。准备捉雕，准备捉雕。准备他妈捉雕，准备他妈捉雕。觉得走运吗？今天不开正面，大家说我丑，大家说我帅，我在开正面。他妈昨天前天一直说我丑，我不敢开，都害怕。姜子他妈走位，姜子他妈走位。谢谢张嘉文的阴金中的血瓶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那阴金是什么意思啊？觉得强的刷个六，装饰的局，装饰局，第一把直接踩头啊！刚睡醒，手冷手都已经睁不开，直接踩头。这是装饰局。这个龙不可以了吗？掉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这野仔可以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啊！我这样子点，超管那野仔他妈应该看不见。我确实看，我不信他看得见啊。我这个角度调的应该挺好的，他应该看不到点，我就算这样的点他也看不到，我用手遮起来就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有理由封我，我这么点的话他没理由封我，根本看不见了，已经挡完了，我感觉遮完了，遮完了，你看得见，确实遮完了，你看得见。单杀一次又送个人头给光辉是吗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直播间有没有火眼金睛的吗？都看到光辉有没有交闪？直播间有没有火眼金睛的吗？都啊！过来人了！来来！哦，他妈好贱啊！为什么啊？他妈单杀一次了吗？被抓，这样负担计啊！确实单杀一次被野仔恶心啊！确实是单杀一次，光辉打野送一个，又被打野抓一次，感觉好难受啊！大家看到二杠一有被他，有打不过他，确实很菜的刀，那个光辉，好软菜的光辉的，真的好软菜啊！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，没有卵用的光辉。哎呦，文哥单杀的，张博差点双杀，差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双杀。把头埋低，我打我有点痛了，他妈也得吃两个人头，打老子有点痛。九张。为什么我发现最近直播间已经没有什么正能量的血瓶，他妈全是负能量，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见正能量了。基本送礼物的他妈全是负能量，80%的以上都是弄不好的名字，恶心人的名字，来恶心人了，来恶心人了。小丑来了，他这样子上他妈可能有人，我也能单杀他，他也能单杀我，他妈蓝有点不够，上不上上我就上，上不上上我就上啊！感觉野仔要来了，吃了果汁先。我也能单杀他，他也能单杀我，这个双排的估计来恶心人了，我感觉。
到现在没有见东京呢。开炮！一炮我干哭你，我把你干哭啊！我一炮我就把你干哭。这个对面还开始嘲讽，以为能赢是吧？那野仔，他们还开始嘲讽啊，以为他妈能赢。谢谢张嘉文的阴茎中的血瓶，阴茎是什么意思？有懂的吗？阴茎是什么意思啊？选错了对手。谢谢我和星云的儿子张嘉文，这个野仔中了血瓶，他妈天天送血瓶，他妈说我是星云的儿子，说我是你的儿子。阴茎是好的意思还是不好的意思啊？他起那个张嘉文的阴茎。是好的意思还是不好的意思？我不懂什么意思。我是该叫他兄弟还是该叫他野仔呢？我不懂什么意思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不懂喊兄弟还是喊野仔。要把他妈四打五啊！来捉啊野仔！我他妈的来捉啊！是不好的意思是吧？那到现在为止，他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血瓶，没有一个正常名字的。那有没有一个正常名字的兄弟呢？难道直播间这么多好兄弟，没有一个正常名字的送一个小小的血瓶吗？确实是这样子，确实是这样子。难道都没有一个好兄弟吗？谢谢张嘉文屁股是红色的，这个谢谢妈的文屁股是红色的野仔送的血瓶，已经七个血瓶，不没老师的名字啊。他妈死不死野仔？捉雕捡两个人头又能怎么样？小丑八七啊，这就是钻石局。今天我很强啊，就打中路不打野，感觉他妈打中路我不懂怎么输，打野他妈对我发几单输。谢谢怂样来打我送的血瓶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，谢谢。今天第一个正能量血瓶，谢谢。今天呢第一个正能量血瓶，感谢兄弟，谢谢。终于看到一个正能量了，他妈的！脚本男枪，脚本走位，走走走！该死了吧，不想交钱了。觉得这把输的打赢。输的打一，赢的打一，赢的打一，输的打二，为什么拉进来双排的在这里干嘛？我不懂去干嘛了，我不懂他在干嘛，拉进来双排的搞事情啊！韩大哥治疗，感觉搞事情了，拉进来双排的不懂在搞什么，而且还是钻石局，我不懂在干嘛。有些直播间的小弟是比较好色的，确实跟他玩游戏他妈你他女朋友可能他女朋友找他吗？他去做别的事去了，抛弃兄弟啊！他女朋友可能找他直接挂机抛弃兄弟。确实直播间我感觉我的小弟很好色，他那也在不能去搞事情去了。我操！我、为什么一上线就残了？谢谢张嘉文的阴茎，那个野仔送的血瓶。他妈刚上线就残血是什么鬼啊？他妈刚上线就残血是什么鬼啊？哎，回村了，回村了，跟你说话去了，没注意看。他妈刚上线就残血啊！确实刚上线就残血，确实刚上线就残血，不是打不过，被他点两下而已，又被他耗了一波。我出来直接秒他，你信吗？不出，他妈出来直接秒他，你他妈信吗？我说他妈出来秒你，我他妈就秒你。你好。你好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脚本，
哦，他妈是不是脚本啊？沙皇有点像小呆，感觉有一点点像小呆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钱。他为我第一次见有人嘲讽我的，四打五他妈的，我们这边四打五还嘲讽。为什么钻石局四打五还要嘲讽啊？我没看懂啊。我们这边少个人，他妈他来去小头，在旁边，我他妈按你在地上踩，我他妈把你按到地上踩。现实一米七，他妈现实一米七一百斤，我觉得有些确实我的，你不要看我可能比较小，但是我确实是这样子，你不要看我体型比较小，但是我很有力气，他妈的我把你在地上踩啊，这个沙皇，他妈是我们这边是打五环嘲讽是吧？以为他妈能赢了、啊。不要心急，不要心急，请你不要急。目前比分十比十，这边四打五，感觉不好打，我感觉有点不是很好打。麻烦不断。确实不好打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他妈什么鬼？运吗？别在小丑，能不能来送两个头啊？还 AP 小丑，那他妈那不是对面没有 AP， 我直接出一魔刀不是无敌了吗？对面这样的出装，我他妈来个一魔刀不是无敌了？走走走，这波不刷野去捉人了，我马上控制你死，我就控制了。我可不是野胡闹，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准备他妈动手。准备他妈的，哪个是真的？我他妈的！哦，他妈有这么恶心的人，他妈是人呐、啊！这人，他妈这他妈是人呐、啊！等着最后一秒黑头的是吧？这他妈是人，你是人？野仔他妈是人？想到主意了吗？来，先说一下这把我们有跟沙皇互动过一次，我们四打五，老子没杀他一次，他就嘲讽我说我是小丑，这沙皇嘴巴很臭啊！我感觉这沙皇嘴巴一股屎臭味没有，刷牙的野仔，他妈五打四还要嘲讽，确实是这样。马上一毛刀无敌！你好，我他妈说你好！麻烦不断。怎么感觉直播间很多南宁的小弟啊？感觉老是刷南宁的地名，刷在哪里的？什么大沙田？什么？平西夜市的那些，怎么感觉南宁这么多？还有西洋房、西洋房的，这直播间他妈这么多南宁的。觉得走运吗？确实是这样，感觉在直播间他妈有这么多南宁的。你好吧，王八一条。
这他妈是辅助？这个是谁啊？我没注意看啊。哦，好好挡拆，好挡拆，好拆呀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第一把，今天第一把，确实今天第一把，确实今天第一把。昨天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沙皇有脸吗？他妈你有脸吗？这沙皇是人吗？在旁边，我他妈一巴掌拍爆你的脸了，那沙皇。这他妈一直嘲讽我是为什么啊？今天第一把他妈就来嘲讽是为什么啊？谢谢石灰真石灰开工的超粉，谢谢，感谢兄弟。他妈今天第一把就被嘲讽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兄弟像当紫阳吹，他妈玩个右出全右的，像当紫阳吹。放松，伙计。怎么感觉看到野怪都想说啊？想到火力了吗？我感觉队友跟我一起玩游戏很幸运的，知道吗？感觉像小戴，你有什么用？确实有个暖，得注意摸到，得注意摸到。这边四个 AP， 得注意摸到。这野仔他妈有点像小戴。把头埋低。我他妈开上头，你说我开前面他妈，你说我长得丑，老子他妈开侧面还有能刷中弹幕是吧？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妈的我一开箱头，我不开箱头他妈他叫开不开箱头不开箱头，叫老子开箱头，我开箱头他妈比刷中弹幕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，看不懂一点了。我开箱头他妈的，你又说我丑，我他妈现在管到侧面了，然后他妈你又也刷丑，我他妈不开箱头，你又说不开箱头要开箱头。我他妈怎么说？谢谢张嘉文的阴茎的一仔，中了血瓶，感觉阴茎是不好的意思吧？我感觉他起的名字感觉是恶心人的，我刚开始不懂什么意思，确实刚开始不懂什么意思，反正是不好的意思。对吧？大家觉得是苏寒是零四打五，但是我觉得好强，我一样骑，我一样骑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大节奏，大节奏。有没有兄弟直播间有没有兄弟想非常想了解文哥的日常生活？如果有的，请你扣个六，我看有没有。有没有野仔想了解我的日常生活的？有就扣个六。走，确实走，确实走。你说明吗？有事吧？屏幕中间的那个抖音号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我现在在抖音上面发日常生活啊。屏幕中间的抖音号可以关注一下，想了解文哥的日常生活可以关注一下。
荧幕中间的那个抖音号，没在抖音上拍日常生活。怎么不嘲讽对面？我是有高等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他妈是低素质的人吗？干嘛老是叫主播嘲讽人？嘲讽人有毛病是吗？干嘛你看直播你就看，你干嘛老是叫我嘲讽人呢？那么有病啊！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是文明的人，我是有素质的人，我干嘛嘲讽对面有病是吧？你自己嘲讽，平时玩游戏嘲讽就嘲讽，你不要骂上我好吗？你不要扯到我，害我。我忘记这什么意思哦，出错装备了，出错装备了，我操，我没注意看，我他妈出的什么玩意啊？坏了坏了，出错装，这他妈是一杠五的辅助吗？他妈的，怎么感觉不好打？要输啊！这把还是得出金鱼，不然他妈打不动那个野鸟。这个龙布进来演是吗？确实进来演了、啊，哦，一级上，一级上来打十几级的是吧？进来演了、啊，要先打好。进来！上上上！不要怕，野仔别怕，野仔别怕。他妈刚被你眼睛睁不开，手冷手抖啊！来打死我！这波如果死了，我直接不玩了。我、哦、真的好强，无穷魔盾莫穷哦，无穷魔盾莫穷哦，无穷魔盾莫穷哦。游戏玩的强，现实又衰。游戏玩的也强，现实又衰。每天挨喷，每天挨野仔喷。这波我不打，我先回家。我说我不打，我就不会去了。我说我打，我就会去了。等一下把这个麦拿出音去。打不动人，你看我这波出来打秒不秒他就行。就是刚才没出青羽，得出青羽才打得动右，不然打不动右。你好，我他妈说你好啊！我说他超帅，超！我说他超帅 ，CS 有超帅的意思，也有厨神的意思。我没有说他厨神，我说他超帅。我没有嘲讽人，确实是打五。我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？我就问你，我们这边是打五，我没有杀死那沙皇，那沙皇来句小丑，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，他来句小丑，我是小丑吗？你不尊重我，但是我尊重你。我叫他超帅，我没有骂他。确实，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不会骂人。是这样子的。大家就不要在弹幕上一直刷什么张嘉文超帅，我确实不帅，我感觉不帅，没有必要说我帅，我不帅，我不帅。确实不帅，确实不帅。我可
上上上，准备彩头，准备彩头，准备彩头啊！喂，你好，七十，你好，野仔。哦，他妈怎么没闪出来？小丑八级，小丑八级，打死我！我他妈问你不叫了吗？刚才他妈你不是一直叫吗？我他妈是打五他妈的，你继续叫啊！为什么刚才是打五他妈的？我没失误都没杀死他，他那句小丑啊，他妈不叫了！我他妈让你继续叫，你再继续叫，我他妈没有骂人。他妈不要封我，他妈封我，我不播了，我直接下播。你封我，他妈我今天不播了。我没有骂人，确实他先说我小丑，我受够他了，我就说他超帅，我说他帅，我没有骂他。谢谢上来我的阴茎乐野仔中的血瓶。大龙大龙，赶紧一波已经神装，拖到后面要输，也许拖到后面容易输，也许拖到后面容易输。大龙大龙，度数来度数来，那个刷什么广西都是这种很丑的吗？你不要带这种节奏行吗？你为什么要带这种节奏呢？带动节奏，等下就封你了。广西都是帅哥，我感觉广西都是帅哥。打的是我，我他妈大姨妈刀。就这钻石吗？就这钻石？确实钻石，确实钻石，就这钻石，就这钻石。谢谢，听说改名会中奖送的血瓶，谢谢兄弟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今天连胜到下播，我今天永远变强，我不懂你不要管我为什么变强，我他妈开脚本也好，干嘛也好，我没有开脚本，但是我很强，我今天认真玩，平时没认真玩，认真打一下，我不认真玩，大家说我看我怎么认真玩。如果你想了解文哥的日常生活，你就关注评论。